再过去，你穿太多衣服了。大家也是一定要准备一下哦，我也马上要忘词。你也不行了，先不要就忘词啊。行啊，了解了。所以我有一个目标呀。哦，什么目标？我想要帮助别人。哦，想帮助别人。对，这个想法不错。是的。那我们来练习一下吧。OK， 了解了。那我来演溺水的小孩。对，你救我。OK，OK， 好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搬比较啦，咱们搬比较好啦。救命！在干嘛？赶快救我啊！你已经喝醉了吗？啊，有一点点。刚刚叫什么笑啊？啊，再讲一点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你怎么来的？你会游泳吗？不会啊。那现在我教你哦。教我。先右边、左边，然后右边、左边，右边、左边，加油！真的吗？八嘎呀喽！啊，很标志的八嘎呀喽。你自己游泳？自己游泳、啊？救我！可是今天我没带游泳裤哎。无所谓啊，脱衣服就好、啊。脱衣服就 OK 了，了解了。最后啊。啊、等一下，我要去过去哦。等一下，现在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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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穿太多衣服了，快点来！叫！叫！上面呢，不敢躲个猫。的确，不要想太多啊！拜托救我！你要抓着我的最重要的部分。等一下哦，我要准备。好舒服。你太丢脸了吧。太虚耶。干鸭肉。感谢成功了吧。来来来，这个部分还 OK。哦。那接下来是那个人工呼吸。人工呼吸哦。接吻吗？不是。我们好久没有接吻了。没有啊。三年前的没有啊，我们只怕十年的纪念日的时候，我们接吻了十次，没有，太幼稚了吧，太恶心了，不要想起来了，你这都没有啊，不好意思，工作人员，拜托，管得好吗？不要。谢谢大家。
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